小运动鞋还没有穿，有多少问题在追查，你不是说要当我的有应公吗？说话不算话。结婚是喜事，弄得跟战场一样，惊险万分。对不起，别跟我说。当时是人多在场，我不便说你。结婚的时间有多重要啊？要不是我拉的律师到了警察局去。错过了及时，你说该怎么办？奶奶，是的，一定是因为太开心，所以疏忽了而已。疏忽？这么重大的事情，怎么能疏忽呢？就是说嘛，如果你爱逸如，就应该要更重视啊！你这样做，怎么能让我跟燕老师安心啊？你。怎么对得起逸如他爸？姑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喜德，妈想帮你说话都不知道说什么，还好亲家公没生气。哎，就是啊，也幸亏啊，逸如好脾气。要是他当时啊说我不结了，掉头就走，我看你怎么办。以后不准喝酒了。好，以后我不喝酒。好了，妈，你孙子说不喝酒了。哎呀，那好了好了，反正我们刚刚气也气了，骂也骂了，但是我们别忘了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我们不要耽误他们小两口宝贝的时间啊。哎呦。我的妈呀！这样子呢，你的宝贝小曾孙才会赶快来跟你报道啊！哎，咕叽咕叽咕叽，咕叽咕叽咕叽，我差点忘了这回事情了。妹妹，姑姑是长辈，说的话多对呀！啊，等下赶紧进去，哄一哄逸如，让她开心，知道吗？好。快进房间去了。那我怎么了？来，放下去。你真的像在饭店说的一样。一定的，我说到做到。那你跟我说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？
孙启明他到底帮你办了什么单身派对？怎么可以让你玩得这么疯？这个，你该不会还在生气吧？我没有生气，只是我们两个已经说好了，我们之间没有秘密。这个不是什么秘密，也是有点难说出来。什么意思？我告诉你，秘密就是那天跟着我的妹扮成一个辣妹泡妞，我想把她杀了。你孙小伟他扮成辣妹，然后苏梅他……对，孙启明说不会找辣妹是真的，但是找他同事来扮成……那真的是还蛮辣的。辣到连我眼睛都好辣。哎呦，杨先生，讲笑话的功力终于有点进步了。你是不是该睡觉？蓝太太，只有睡觉。好啊，那就来睡觉吧。屁股起来。我也要进去，看那边的，睡那边的。你不准上来啦。好，我睡那边。不准上床。怎么了，丽茹？你还在生气啊？虽然这是我们的床，但今天这是我的床，你不准上来。你真的还在生气？好了，我真的很要生气。Party 的事，我真的很抱歉。我不是在生 Party 的气，我是在生婚礼的事。你差点开天窗哎！尤其是对妈跟奶奶，你明明就知道奶奶是一个那么重视传统、重视时辰的人，你还这样让她等啊？你拍马还笑？没有啊，我只是很开心你重视我家人啊。是我们的家人啦。好，我们的家人。法官大人所言甚是，我认罪。你要判我睡哪里？我都已经跪下了，你真的要把我送去那边睡觉？虽然你现在在受罚，但是你亲爱的老婆还是舍不得你感冒，所以我帮你铺好床。我都已经……你说真的还假的？我说真的啊。你在开玩笑吗？你真的要我睡这边？嗯哼。难怪一直说有杀气，原来是这个。这样。还有一件事情我要提醒你哦，今天晚上你不准把那个帘子偷偷掀起来看我睡觉。我连看你都不行哦。当然。你很奇怪。好吧，晚安。
托你的福，我才有荣幸吃到我们家蓝总经理亲自做的早餐。对不起，我今天睡太晚了。哎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你误会我了。我是想要谢谢你，让我们家这个好男人变成更好的新好男人。好了，我先去叫妈和奶奶吃早餐。早，妈奶早安。哎，早早早。哇，你这么丰盛的早餐啊，是的，做的哦，特别为易如做的哎。 真的，碧如，多亏了你，我们家是德才会去学做菜。妈，他是为大家做的啦。哎呀，为谁都好，大家来边做边聊，好不好？来，坐坐坐坐。哎呀，奶奶，吃个三明治吧。乖乖乖啊！ 怎么没番茄呀？哎，真的，可是我记得我买了。那个，对不起，因为我不敢吃番茄。哦，好，没番茄的好，以后我们家的都不吃番茄了啊，不吃番茄。好，吃沙拉，吃沙拉。嗯，哇，沙拉里面也没有番茄。 刚不是说了吗？啊，好，对，我们以后再也不吃番茄了。哎，这个早餐该不会是要跟易如赔罪，所以特别早上起来做的吧？哪是的？我真的觉得啊，在警察局办婚礼真的很特别，一定会终身难忘。姐，啊，我真的是觉得很特别啊，易如，你说是不是？是啊，是真的蛮特别的。 姐姐，你要不要再喝点果汁让我奶大？还是你要喝咖啡？喝咖啡，喝咖啡，我去喝果汁，喝果汁。谢谢。是的啊，我觉得啊，以后家里的早餐就全部交给你负责吧。哎，交给我吧。可是你，我已经嫁来兰家了，我是兰家的媳妇，怎么样？我应该也要尽一点心力啊。妈，你就教我几道符合家人胃口的菜，好不好？我刚刚是跟世德开玩笑的。 我很喜欢做菜，而且我还不想退休呢，还是我负责吧。嗯，哎呦，你嫁进我们蓝家，虽然是蓝家的媳妇，但也就是蓝家的女儿啊。你只要学我这样子，妈跟我妈撒娇，我妈就会煮好吃的东西给你吃。你说是不是啊，妈？是，是啊，是啊。我也不会做菜啊，不过你要学学世云的厚脸皮。 奶奶，我也不会做菜呀，我也是这样啊。哎呀，好媳妇儿啊，嗯，是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不用那么客气。快吃，快吃，快吃！不要被你吃坏。吃番茄哦。对，记得不管真好吃，没关系，好好吃啊，吃吃看。以后不能吃哦。好好吃。最后一滴眼泪，滴成结局的结晶，最后一个。 笑容扬起，云淡风轻。哎，等等等等等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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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来帮你打。你会打吗？会呀。
我几乎都没有看到你爸打领带，你怎么会？这是我要给我老公的惊喜，为了等这一天，我在镜子里面练习好几次。是啊，好老婆啊。等我一下啊。快好了啦，好了。哇，好帅哦！你觉得怎么样？这样这样。说这一下就啊。这个回礼打得很不错 ，perfect。谢谢夸奖，好了，上班了。哎呀，快穿外套。来，看，帅又帅。来，给你，上班了。来吧。今天可以假释吗？可以让我睡我们的床吗？拜托。啊，法官大人，让我考虑考虑。啊，还要考虑啊？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跟你一起出门，我要去跟我老板多请两天婚假。好，那就出发吧。还好我昨天够机灵，像我这样子，以后怎么得了？哎呦，哇，谁呀这么早？哎，啊！都是人妻了，你有必要这个样子吗？不能温柔一点啊！我只会对我的老公温柔。刚才都是替他穿的鞋，还是我的？不要不要不要！我看他自己要喝酒的，不要打我的脸，不要打我的脸，真的不要！偏要打脸，你不要打我的脸，不要打我的脸，我拜托你，我不是故意的嘛！我跟你讲一个秘密，他说马桶曲线比你好了，他自己有说，真的真的真的，我跟你讲过秘密了，可以不要打我。你不要不不不，我没有了，不要不要打我的脸就好，打他，你打打旁边，打旁边，不要打这里，我靠脸吃饭，真的真的。然后良辰吉时都快过了。奶奶跟妈超紧张，跑来我们家，然后你看到那两个老人家一脸紧张担心的样子，搞得我也好紧张。然后他们就打电话来说，世德他人现在在警察局。啊？夸张吗？所以我们就只好在警察局办婚礼。在警察局结婚？哦，我的天哪！难怪你会那么生气。是吧？婚礼是女人最重要的梦想哎。对呀，都是那孙启明惹的祸。要不是他办什么单身派对，是的也不会赶不上婚礼啊，活该被我打。被你打、啊？我就气不过嘛，我今天早上起来就冲去他家揍他几拳。啊，不过你不要担心啦，他还活着，真的。所以。这个东西我想要麻烦你，你干嘛不自己拿给他？孙启明他这个人啊，脸皮比墙还要厚。如果我这么快就是告诉他我心软了，我相信他一定会忘了伤痛。所以我不可以这么快就原谅他，就有这个原因吗？真不愧是医师哎，好聪明哦。其实还有第二个原因啦，因为我知道你喜欢他，所以加油啊！谢谢。阿扎，真的是哦，你有必要吗？我想说这样比较准嘛。小公主在铁砂掌越来越厉害，了不起！什么铁砂掌啊？我再这样让她练下去，就变如来神掌。哎，老板啊，
我觉得易如姐这次算轻的，她没有用那个 Holy Weekend 把你的这个五脏六腑打得扭曲变形，你就要偷笑了。我告诉你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能活下来是最重要的。哎，总经理啊，活着才有希望。我还好啊，我被关紧闭，没跟你同流合污啊。通叔啊，你这算哪门子的安慰啊？你活该啦！喝完酒不把人家老公带回去，结果还跑去续摊，吼，还喝到警局去，真的是哦。是想说啊，歪了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你歪了就歪了嘛。怎么可以正一点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本来要把他送回家，他就想说再出去喝两杯，喝到另外一种酒撞在一起，就躺下了。哎呀，你真是个傻孩子！我告诉你啊，色是刮骨钢刀，酒是穿肠毒药。酒这个东西，你要是喝多了，不但会乱性，还会误事啊！你要小心啊！哇，你真的被易如打很惨呢！哎，医生，哎呦，你来了正好，我们家老大好可怜哦，你赶快去看看他。哇，医生到府服务就高兴。医生，那就麻烦你好好的帮我们老大看一看，我们还有事情要忙，好，慢慢聊，慢慢看哦。不急啊。好。你还好吧？怎么被打成这样啊？我是还好了，不过你今天怎么会来啊？我来拿药给你啊。啊。易如叫你拿来的吧？你怎么知道？这是他惯用的贴布，对淤青很有效的。谢谢你。你周末有事吗？没事啊，怎么了？我报名了那个攀岩比赛，可是我的队友突然有事就不能陪我去，我想说找你陪我去。好啊，没问题。医生。人家老大很会爬墙，嗯，他常常被易如姐追着跑，所以勾机跳墙，他专门的。不是，我们现在在讲的是攀岩，跟你们讲爬墙有什么关系呀？不，有关系，这是两件事啊，等于是一件事。哎，医生，我告诉你，我们总经理啊，对攀岩爬墙那是最行了，有他帮你的忙啊，你就好像如虎添翼啊，准拿第一。哎，他们都这么说了，你去啊？去啊！你知不知道你就好像我是没问题啊，不过你可以吗？我不会，我会报名吗？也是啊。是你归宁总不能两手空空的回娘家吧？哦，妈，不用了啦，谢谢你。我知道你们这些年轻人不看重这些传统，可是我和奶奶是很重视的。等会过去啊，你跟我说，
你爸喜欢什么，我们再买。谢谢妈。谢什么啊？该说谢的人是我们。你爸把你这个宝贝女儿交给我们，我应该让她安心才对啊。不要再跟我这么客气啦，嫁到我们兰家就是自己人啦。而且我也跟你爸说过了，我会把你当成自己的女儿看。我现在多一个女儿，我很幸福的。我也很幸福。那你就把我当成你的亲生妈妈看啊，不要再跟我这么客气了。谢谢妈。才刚说就忘了啊。好，买礼物。啊！一颗葡萄有多甜美，用尽了所有的图腾和语言描写，想一个人有多想念，那又是文字失效瞬间。借一个纪念的瞬间，记录你离去后万语和千言瓦解，升起了慌张的蓝烟，我遗落在这孤独世界。这也是你第二个秘密基地啊。好吧，说吧，我们今天要干嘛？我们又要大吼大叫吗？今天不大吼大叫是帮不了我的。玉香，每个人都会遇到低潮的时候，你不要这样子嘛。玉香，玉香。
哎，那里危险呐！那里危险呐！不要走！ 谢谢。兰诗雨，你也真是的，这么冷的天跑下水，你又不是小孩子了。是啊，你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没事啊。嗯，这汤好辣哦。辣才去寒。你以后啊，千万不要再……妈，我知道了，我以后会小心的。嗯，你不是还在炖汤吗？啊，对对对对对对。 姐，我去帮忙。妈，我来帮你。哦，好。哎，你来帮我试试看啊，这味道怎么样？好。嗯。好好好，妈。那就好。哎，帮我把这锅端到桌上。好。哎，小心烫哦。谢谢。 回来啦！回来了。怎么啦？我回来了。现在才知道害羞会不会太后知后觉啦？ 害羞？你为什么要害羞啊？没有啊。妈，姐，你们在笑什么？你们在笑我。这个新手老公还不习惯有老婆在家里等他回来，在害羞嘞。你这……好了，兰诗雨，别再亏你弟了。你也知道他脸皮最薄的。是的，快去换衣服，准备吃饭喽。哎，今天晚餐一如可是有帮忙哦。妈，那不算帮忙啦。 我只是帮你试喝味道，还要把汤端到桌上。好了好了，这也是一种进步嘛。总有一天会吃到你亲手做的菜，色香味俱全，怎菜？你这是给我压力还是鼓励啊？如果你让我睡你们床的话，那当然是鼓励啊。Hello， 新婚夫妻，这里还有妈妈跟姐姐在。妈，我去叫奶奶吃饭。哎，我去吧。 那，你现在奶奶比较重要。弟弟，需要我帮你拿包包吗？你们两个。是啊是啊，你介绍的还真是灵的，我们家世德啊。 今天真的讨到了我的孙媳妇儿了，奶奶，哎呦，那是一定要的呀！我跟我媳妇儿说了。
等着我们这几天一有空，我们就去还愿。哎呦，对呀、啊，等你有空的时候，我要请你吃饭呢。啊，谢谢你啊。好好好好，不多说了啊。好好，拜拜拜拜。奶奶，哎，你手真的好巧哦，这么细的线条都可以刻得这么好。哎呦，这个不难，兴趣吗？人老了，就是要找点有兴趣的事情打发时间呢。奶奶，这哪是打发时间就能做得出来的，好厉害哦！这个不难，那你看，这个才难呢啊！这个三 D 的，要粘贴起来的时候要栩栩如生，难在这儿。栩栩如生，嗯，哎，真的还蛮像的，好厉害哦，奶奶。有兴趣啊？哦，啊，算了啦，嗯。不过我手很笨的。哎呀，这没关系，我教你。有兴趣才是最重要的。不过我手真的很笨哎。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哦，以前在读书的时候，我的美术作业都是我爸帮我做的。还真是可爱呢。没关系，以后呢，我可以慢慢的教你。啊。谢谢奶奶。哎呦，我真是可爱。兰太太，你不是要叫奶奶出来吃饭吗？怎么聊起来的？啊，对哦。来，奶奶先去吃饭，我等一下再聊。好好好，吃饭吃饭，吃饭。聊得正开心的，想吃饭。太重要啊！哎，好好好好，来来来，过来。是不是朋友啊？我都已经这么严重了，你不会给我个姜汁还是桂圆茶什么的？这个咖啡能驱寒吗？喝就对了，啰嗦。今天，哇塞，真是报应哎！这么冷的天气，你还跑去跳湖？你也未免玩太大了吧？感冒真的是活该，你懂什么？我这叫做苦肉计，精心策划，好不好？我不来点特别的，蓝思雨怎么会认真看待我？所以他现在有认真看待你了吗？当然有啊。他越来越认真看待我了，而且还被我弄得芳心大乱。怎么可能？他之前理都不理你，突然就被你搞得芳心大乱。哎，郑宇翔啊，你不要再这么自我催眠了，好不好？我骗你干什么？我跳下水的时候，他还真的下水救我。你应该看他样子多着急多关心我，我应该拍下来给你看的。真的假的？他下水救你？哦，天啊，郑宇翔，你是不是应该收手了？你这样子玩弄人家的感情，你小心玩火自焚哦，到时候受伤是你哎。其实蓝思雨今天是还蛮善良的。啊？我没听错啊。你在赞美蓝思云？哦，我之前只要叫你放弃报复计划，你就把蓝思云骂得狗血淋头，哎，一下说她是恶魔啦，说她是妖女啦，是破坏你爱情的刽子手，你居然说她心地善良？哦天哪，郑宇翔，你该不会真的爱上她了吧？哎，怎么可能啊？我还要进行下一步计划嘞，我要找机会跟她告白。是这样吗？当然是真的啊！哎，你不要忘了，要不是有蓝思雨关心，我老早就跟安琪结婚了，我怎么可能爱上蓝思雨啊？
他夺走我幸福，我赔。我洗杯子，你赶快弄一下，要打药。不。睡你的床，说他一个人不敢睡。爸爸，我是怕你家的女儿空虚寂寞觉得冷 ，OK？ 是吗？你昨天晚上是谁半夜爬起来说要找姐姐的？爸，你怎么这样子爆人家料，真讨厌呢！姐，我想要拷问一下你的新婚之夜，跟我进房间 ，Let's go！ 杨星，谢谢啊！怎么买那么多东西啊？这是我们一点的心意。来坐。爸，哎，那个灯泡帮你修好了。元丰，怎么样？感想如何？一言难尽。你被揍了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被揍了17拳加一脚。你看，结婚那个晚上啊，我被罚睡浴缸里。是来见家长啊？你要吃什么？我帮你夹。不用，你吃你的，我自己来就可以了。啊！对不起，不好意思。穿我，可是我未必你更执着。